张柏芝现身商场捞金，真实容貌十分惊人，网友翻版张曼玉。日前37岁的张柏芝现身商场捞金被拍，当天她扎住丸子头，穿住牛仔衣，全程面带笑容，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。从现场图片来看，张柏芝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但她的皮肤和身材都保养得相当的好，真实容貌竟比荧幕上看起来还显得年轻。一眼望去，张柏芝的神态颇有几分张曼玉的味道，连网友都纷纷表示，简直是翻版张曼玉。图为张柏芝现身商场，图为张柏芝现身商场，知多一点，早年经历。张柏芝出生在香港油麻的和佐敦之间的八文楼，他从小就喜欢唱歌，进入学校之后，他是班上一些文艺演出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。张柏芝9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离婚。13岁的时候，他随母亲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就读中学，其后考入当地的 Camberwell Girl Grammar School 学校。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，他瞒住家人出去做兼职。1998年，张柏芝从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后返回香港，被星探挖掘，接拍了一支柠檬茶广告，正式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个人生活，家庭情况。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出生在上海，张柏芝的母亲有英国国籍，在跟张仁勇结婚之前有过一段婚姻，跟张仁勇在婚后生育有张柏芝、张豪龙和张柏文。张柏芝9岁的时候，张仁勇和张柏芝的母亲离婚，感情生活与陈晓东。2000年6月14日，张柏芝与陈晓东在餐厅聚会后，时值紧扣手驾车离去，两人恋情正式公开。2001年5月4日，张柏芝与陈晓东因工作聚少离多而协议分手。张柏芝享受亲子月，俩儿子化身小厨师。2002年3月，谢霆锋与张柏芝相恋，同年7月，谢霆锋与王菲复合，张柏芝因此大受打击。2003年1月，张柏芝表示错爱谢霆锋。2006年8月，谢霆锋与张柏芝在接受电台访问时承认二人复合。同年9月，谢霆锋与张柏芝在菲律宾结婚。2007年8月2日，张柏芝与谢霆锋的第一个儿子出生，取名谢振轩。2010年5月12日，张柏芝为谢霆锋诞下谢家二少爷 Quintus， 中文名谢振南。2012年5月20日，谢霆锋与张柏芝两人正式收到了法院的离婚书。同年8月，张柏芝所在经纪公司发表封之夫妇离婚声明，称两人因性格不合而共同决定离婚。